全球规模最大的无人机竞赛——无人机冠军锦标赛，第二站赛事在西班牙马德里登场，超过30名顶尖无人机飞行好手同场竞技。新闻最后就带您快来看看，也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海文，祝您顺心平安，我们再会。欢迎收看国际财经脉动，给您不一样的财经资讯。我是吴凯文。喊了3个月的美洲梦，纽西兰的威利顿港口外出现了一只南鹿脊鲸，这是相隔8年南鹿脊鲸再一次在当地出现，也让科学家相当的振奋。带您快来看看，感谢您收看国际财经脉动，我是吴凯文，我们再会。